37,000. So 400 printers, you're only using one leg to do the whole thing. So when you look at literary works, take me a few years to understand it. Keep on thinking about it. How can Tai Chi using one leg? You still got to use two legs. And I realized, oh, all the time we do, even though two legs, but actually it's one leg. I said, what are you doing? Chuck you with a job.你有了，那叫。啊，我脚酸，脚酸，这不是写功课的人啊，你那脚酸，一直脚，所以他的功夫是重要的。但我就一直想，想很久，那我这个人很奇怪的，我喜欢明白他们讲什么话，就给我拿到了。所以拿到了功夫的时候，我的功夫就跳出来了，对吧？我一次去那个吉隆坡见我老师。 那时候到一个很大的工位，整千的，整千人，这个那里他在表演。那以后他在黑板上写了几个字，头不动，手不动，身不动。我抄了回来，我研究3年，打拳怎么头不动的？打拳怎么？ 那个身不动，他的功夫就是在这去维持。所以我就叫你们，我不要乱动，一个哦，哈哈，要练什么要看那个，要看那个，你头要跟着你的身体走，啊，手不动，手啊没有这样拿起来。 但是用腰这样去的，用腰这样去，就是没有用手，就是腰带的手，脚带的手，就是没有手的手动。啊，我要下的时候，也是我的脚带到下来，这脚带到下来，这手不动。哎，伸不动啊！你看我做完步骤了，我弓腿都后，我这里有时候，你们不是，嗯。 我听到这么远了，怎么样？那你在动了吗？以前跟教官站在那边，那像几位爸爸，那就教官。那三年都是不给动。在我拿到这个秘诀，跟这个一只脚的秘诀，啊，我的功夫就两三年就起来了，就飞起来了。他们这些老前辈啊，他秘密要收起来，但是他会讲。 他讲的话你要怎么听？用一只脚打功夫，那你怎么去切自己的心过来？玩那个东西，那个明白？那你要听。